下班了，今天天挺好，但越来越凉爽了。妈，下班回来了，手拎啥呀？那是我买的大骨头啊。正好炖酸菜，这回大骨炖酸菜呗。大骨头凉水下锅，放点葱姜料酒，盖锅焯了水。焯好的大骨头捞出来，换水再给它煮，煮熟了为止。再放点葱姜、八角、香叶、干辣椒，盖锅。老妈今天要蒸点猪血，就是蒸雪糕。放点十三香面，再放点鸡精，放点葱花，碘面，少放点碘面里边。这是盐。嗯。豆油。这是荤油，不烫手的温水呗，兑里边。温水，把它敢往里倒，敢往里搅和，敢搅和啊！我们搅和匀乎它。水比猪血差不多得多一倍吧，给它搅和匀乎的，完了再上锅蒸。放生菜，放点十三香，生抽，放点鸡精，葱花，先兑好的猪血。放里边炖上，得炖半个点儿吧。得。好嘞。盖锅炖，加点柴火。你想买这么多洗衣液和纸，得花不少钱吧？没花多少钱嘛，我领了一张骑士卡，新人首单0元，洗衣液、整箱纸巾、整箱水果等好多东西都是0元到手的。支付宝上搜索骑士卡就能领一张，很划算。而且用骑士卡淘宝上购物一折起，羊毛衫、针织衫也才几十块钱。天冷了，我给你也买了一件，过两天快递就到了。这卡这么好用啊？怎么领来着？我让老爷领一张。点我评论区链接就能领。哎，这个大锅咱不吃，都送了，给六婶家送一个了。那就给送一回，我寻你穿这光腿花想干啥去？能相对象吗？你送吧，送回我穿。行，给六婶家送。够不够？够了。好香的拌凉菜呗，这是要。黄瓜大辣皮儿啊。嗯。黄瓜大辣皮儿凉菜。中午吃饭。看猪血蒸的啥样。猪血，今天晚上是大骨头炖酸菜，蒸的猪血。没搁盐呢。对，没搁盐。脑袋不好使啊。看这猪血老滑溜了。你给我爸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我给你来个好啃的，你家够不够？对。你站起来了。站起来够不够？搁那个盘子里上套，哎，搁盘子里。跟你家一个凉。你快吃吧，妈，不用管我，你俩吃。老香了，大伙。烂不烂乎？我就吃喝着血就行了，没吃血。尝尝凉菜。嗯，老香了。这么蘸。嗯。